经传性侵肇事未成年童星吴秀波丑闻连环爆，人设崩溃。人生如戏，军师联盟已婚男星吴秀波经传脚跨多条船，25岁女星陈玉玲指控他始乱终弃，冷血无情，消息传出引发热烈讨论，更有网友挖出中国演艺圈第一狗仔周维早在2017年就爆料指出，吴秀波常年涉嫌借势借端性侵多名合作女演员，连未成年的小女生也不放过，痛批他根本是演艺圈第一禽兽，小女生心里受了很大创伤，这几年都远离娱乐圈了。我看透了你的自私跟冷血，我不可能放下，下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，永远恨你。根据新浪娱乐报道，25岁女星陈玉玲近日在微信抛出一篇万言长文，坦诚自己与50岁的吴秀波发生不伦恋，时间长达七年之久。这七年间，吴秀波不停透过佛经洗脑，说服他放弃事业，每天陪吴秀波拍戏，煮粥煲汤洗衣服，光是拍摄《军师联盟》他就在横店待了333天，最后还是遭吴秀波痛殴一顿，无情抛弃。原来过去那些传闻都是真的。平常在荧光幕前总是温文儒雅的吴秀波爆出桃色新闻，许多粉丝一开始都直呼不敢相信，但有网友找出了一些过去有关他的爆料，指控吴秀波男女关系复杂，追不到就用强硬手段，拍摄肇事孤儿案期间甚至涉嫌性侵同居未成年童星。过去与吴秀波交好的中国演员朱亚文也曾透过小号发文，暗指吴秀波是圈养处女的龌龊东西，丑闻连环爆，网友见吴秀波人设崩溃，不禁感慨：真的看不出来，演员果然都很会演呢。